我是哲学星期五台中的志工。那其实哲学星期五有个惯例，我想要在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哲学星期五台中的请举手。好多，谢谢。所以可见今天这个，是老实说，虽然我的职业是哲学老师，但是其实这个主题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就这个礼拜才恶补的，所以可见就是哲学星期五它很特别，就是它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公共议题。那其实每一个议题会吸引不同的客群嘛，所以像刚刚哇很棒，就是有非常多的新朋友今天来加入哲学星期五。那其实不管新朋友多或是新朋友少，我们都需要大概的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有哲学星期五。其实哲学星期五最早是在台北2010年开始。那其实台中我们有一群朋友就会希望说，我们也会希望有一个地方，我们不管是讨论环境议题、土地正义或者教育议题，甚至前一阵子的反克刚事件，其实我们都很需要一个平台，然后让大家一起讨论。那哲学星期五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以往我们可能去听演讲，不管是付费的或者是免费的演讲，可能社区大学啊，在学校里面或等等的方式的演讲，通常是比较上对下的，就是讲者讲了很多，那我们台下是接收的，那就算是有 Q&A 的时间可能相对是比较少。那哲学星期五很特别是，其实我们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研究什么，他们在坚持什么。但是其实这个平台是非常的开放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发表你对这个议题的想法、的意见、的想象。所以待会我们要先每一位朋友都要先做自我介绍，所以你可以先简单大概30秒的时间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已经有人后悔了吗？关关门。所以已经简单的介绍你的名字，从哪里来，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议题的，那你大概对这个议题了解多少，大概30秒到1分钟的时间简单介绍。好，那我们就从第一位先开始。嗨，大家好，我叫伟成，然后我今天之所以会来，是因为我旁边这位是资深的伙伴，没有资深，对，他来过几次，然后他就一直希望我可以参加这类型的活动，就是要来就是看看就是不一样，对，不一样的世界，对。然后我本身是从事设计的工作，好，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骗他来的跟屁。然后我会来哲学星期五，是因为我之前上班的时候都会偷听哲学星期五的录音。那为了增加自己的工作效率，所以我决定来现场听，这样我上班就不会偷听。对，谢谢。我不好意思补充一下，我们哲学星期五的主题是跟刚刚这位大哥有提到，就是我们都是有现场的直播，那我们会把录音打放在网络上面。所以如果你个人不是很方便露面的话，欢迎你随时去跟我们的志工说一声，谢谢。我叫蔡佳桦，然后会知道这个活动是因为公民老师在课堂上提到，然后我刚好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然后又刚好有一个报告说可以来，所以我就约了，就是那组的人约起来这样子，然后希望今天可以听到很多有帮助。写报告是什么？就是扩充自己的知识，对，很好。
在雨伞后面的讲台。大家好，我叫蔡婉君，然后我在当那个电子商务的测试工程师。然后就是曾有分享这个东西，然后我真的喜欢历史啊、文化啊那些东西。对，然后本来以为今天会来玩游戏。大家好，我叫新顺。那因为这个议题其实它牵涉到的范围可能比较广，因为可能和平其实并不是经济和平，或者是战争上大家和平共识这样。那希望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大家一起讨论。大家晚安，我叫宇杰，然后我是一个正在赶论文的博士生。那会来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你要做报告吗？我对哲学，不过我对哲学很有兴趣啊。然后我其实知道哲学兴趣也有段时间，但是就是因为论文，所以就没有机会。然后今天又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所以无论如何还是来。就是希望不要让你失望。一定会很有收获的。然后其实我们对今天这个游戏其实有点认识，有听过了。然后之前是另外一个富勒博士，他们有做一个 work game， 对，也类似的东西。然后来了解一下这样子。你有看富勒博士的 TED？ 他有上 TED 的。但是很久很久，他最近。好好，七个小时的那个吗？没有，我听不太懂他的英文。各位好，我是 Steven， 那个我跟。我旁边那个是一起来的，我就是被骗来的。对，那因为WorldSpan 这个东西，我们之前有稍微接触过，所以今天呢，希望可以多听一些不同的想法，这样子，谢谢。好，大家好，我叫玉山，不过大家应该都叫我小山。然后我们其实四个是一起的，其实是因为都被师姐骗来了。不不不，其实是我骗他的。始作俑者，始作俑者。其实我对他 TED 里面讲的那个五十的议题相互有关联，我觉得我非常有兴趣。而且我知道现在这套这个东西已经有在学校里面有在有在武林和那个草屯国中，我还蛮想知道到底怎么进行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对教育真的是很大的助力的。对，所以我今天就来了。大家好，我叫季环，然后因为我拉了一个同事跟我先生过客，那因为我上学期要，因为我现在开学修课，我在高中教书，然后开学修课，下学期会想要人选，所以我想说，我有认识那个阿福蛙的，啊，真的吗？真的吗？然后我想，所以龙哥有去那边上过课吗？我去第二天文创上最有课啊，对，凯梅，应该是对凯梅林凯梅，对，那我想说看可不可以有一些灵感，就是。选修课可以用。我是李永义，然后我是台湾教育大学的翻译助理。也是被逼来的。我要打卡，因为我们系上的老师说有这个活动，就是说。你等一下给我拿手机，我打电话去骂。
大家好，我是就是刚新环老师打过来的同事，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放在教育上很不错，所以想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游戏。对，谢谢。大家好，我是婷婷，然后我是跟那个人的同学，然后今天是被他拉过来，所以就是只是想要了解一下，因为没接触过，所以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到底怎么操作，或者说就是那内容是什么。谢谢。大家好，我是李婷，然后我是南投某一所高中的老师，然后他刚刚说草屯国中有在实行这个活动，让我担心我以后在高中实行的时候，学生会不会手都玩过了。今天非常的期待，谢谢。大家好，我姓余，可以叫我翔。啊，我是听朋友的那个网络讯息过来啊，这个也不是了解。我本来前面讲很多，本来想如上所述，我是跟隔壁一起过来的，就不好意思讲啊，谢谢。哲学清楚，对，所以我是今天就来了解的，谢谢。大家好，我叫廖俊杰，然后我对桌游，我教桌游一阵子，在百货公司里面教的，所以那我因为我教的是两人制的桌游，那这对于这个多人制的概念，我也想更去了解。两人制的桌游，对，两人制的桌游，热战冷斗那种。听过魔法风云会吗？类似那种，对，然后我之前有在发了这学习英语讯息，然后就看到这个，今天第一次过来，过来很多次，就是看到这个就觉得过来了。大家好，我叫段志友，那我现在是台中教育大学环境教育的学生。不是，那我今天会来原因是因为我长期有在关注桌游和议题融入式教学的东西，所以我也关注阿福娃这一段时间了。Yeah! 对，今天非常期待。是粉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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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大家好，我叫做小虫，我就是被隔壁这个人骗来的。啊，其实我们是正在赶论文计划发表的苦逼研究生。那因为我们是环教所的关系，其实我个人我们也在讨论设计一些跟环境议题有关的桌游，然后目前正在设计一套农业议题的大多人30人以上的桌游游戏给小朋友来教学使用，然后所以希望能够接下来这边获得一些小小的灵感。那谢谢各位。哲学星期五的活动，然后我对这个游戏有兴趣，刚好今天也没事，所以就来了。好险时间，真实。今天好险时间，请您演完。我不看。大家好，我是陈佳，就是我在网络上，我在粉丝团看到这个活动，然后我觉得，看了 TED 之后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来听听看到底什么回事。嗨，我叫知颖，我是跟他来的。不要加车，还是大家好，我是郭龙。那我经常来这个星期五啊，对这个议题很陌生，可是很有兴趣。谢谢。大家好，我叫古城。那我现在是在台北念书，然后现在是大一。那平常还在台中的时候，就其实蛮常来这边星期五。对，那今天刚好回家，然后就顺便来这边看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玉轩，我是就读中正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然后，因为平常妈妈对于教育很关注，所以我对教育的议题都蛮有兴趣的。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的学生。然后，因为我对教育这一题有兴趣，所以我来参加这个活动。谢谢。大家好，我叫玉芳。也是在哲武的网页分享，看到这个分享，然后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想就过来看一看。谢谢。大家好，我是帮主，然后我对桌游蛮有兴趣的，然后对我很期待今天演讲，谢谢。大家好，我叫玉云，我还蛮期待，我以为我看得到游戏，因为我在。
我确实是恶补了一下蔡的影片之后很感动，然后所以我很希望说，就是如果能够试试看。明天我们等一下我马上就要再去炒，明天一早就要在炒平台，是第一个 gameplay 开始。对。所以我们要到草屯国中去看一下，这样。不然我就要搬过来。像那种多大，那个超级大，120×120，而且这么高，那个搬过来我搬不动。而且我是基隆人，所以太大。是。那就是我希望听完今晚的分享之后，我会更有兴趣，然后去参加。好，谢谢。你站着不要站，坐沙发，坐沙发。没有了，不要理他。我是余富轩，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大家好，我是李阳，那我是陪他来的，谢谢。大家好，我叫张平，对，就是某某个机构的同事，然后今天对这个主题有兴趣，所以就来了。大家好，我叫彼得，上面的字看起来很漂亮，我就来了。啊，对啊，我刚好，因为我对这个有关于这种教育的东西非常兴趣，那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想说过来，就以前都有在夸，所以讲那你过来听听看。谢谢。大家好，我是吴楚宇，我在隔壁的何凯文骗过来的，就这样。这哲武是一个老鼠会的感觉。大家好，我叫做刘佩君，然后台北人，现在在台中工作。然后之前有玩过桌游，可是好像还好，可是感觉这个好，这个活动，这个桌游应该蛮好玩。所以想听听看，其他不重要。好的，大家好，我是永玉，然后我今天也是因为同事介绍过来才听听看。对，希望你们不要死掉。大家好，我是千云，因为在粉专看到你们的活动觉得还不错，所以就过来了。好，大家好，我是余晨，哲武的志工。然后哲宇他是我我直接是社工啦，所以他哲宇他是我基隆的同事，这样，然后他同时也是阿伯阿的伙伴，就是他们有一群阿伯阿伙伴也是我的同事，对，然后所以知道他在推这样的世界和平游戏，所以这次是跟哲宇一起合作，然后把这样的概念带到台中来，然后就还也是蛮期待，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要听他们分享这样。我是哲武的志工，我是玉芳。啊，我看到这个题目，我是觉得非常的新鲜，然后好像因为觉得以前上课都还蛮无聊的，觉得这是可以寓教于乐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很期待。谢谢。你好，我是那个中兴大学的学生，然后就是今天是因为停课，就是我是建教部学生啊，然后就是一直都听教练志，不是教练那个。哲武的志工就是聪明，就是啊，一直听他说他有一直参与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活动很棒，然后所以就是一直很想来，可是因为晚上都要上课，所以没办法参与，刚好今天停课，所以我今天过来听听看这样子。好，这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对。今天的活动被办，只要感谢很多教授。谢谢。听得好，听得好。大家好，我是舒，我是中教的学生，我觉得这个图片蛮有趣的，所以就谢谢。大家好，我是梦泉，然后对啊，谢谢。大家好，我是燕琪，来哲武很多次了，然后礼拜三的时候余晨邀请我，然后就会有一个自动按参加，然后就来了，谢谢。大家好，我叫梁阿水，我是这两礼拜五的梁阿水工。我这摆我了后改变，你有发觉有捌来人，我教我这边并无咧恁私人咧发言的时候，我不敢去，因为有时会造成一挂人的困扰。啊，所以我从以后我可能就是会改变哦，从恁咧发言的时候袂甲恁翕特写，
啊，但是伫咱个体育礼拜五咧进行个时，我嘛是会掠掠一寡镜头，啊，请恁摸镜过来。啊，我阁介绍者，阮小赖老师是体育礼拜五个第一志工，但是伊是第一遍开场讲话吼，啊，所以大家鼓励者。谢谢。